现在我们是在伦敦，然后准备出发。我们今天去哪？我们今天要去法国，开去车法去国，法开车去法国，很爽。下来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见吧。拜拜。出发。Yo。下一站法国，Day One。Come on，Let's go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哪里？兜粉，来到码头了，终于开了一个多小时吧，从伦敦出发。现在英国这个鬼天气真的是太烂，希望过到法国那边有下雨能好一点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去码头。好，现在 check in port of Dover。进来了 check in check in。 Border control ahead， 前面就是英国法国边境。这法国和英国的海关都是在一起，都是在英国这一边，如果过去法国的话。即直接俾 passport 俾佢哋。係啊，攞埋 passport 出嚟。呢度應該係喺呢個 border 啦，已經法國啊嘛 ，France。現在我們已經剛剛過完法國的邊境，已經進來了。然後現在我們準備上船。我好冷啊！剛剛外面呵呵一開了個窗，全身發抖。剛剛又下雨，英國這個鬼天氣。Okay, check in passport。就是正式排队上船，他会告诉你在什么时候在哪条队。啊，左手边这是多佛那个白崖遗址，我这里看的不太清楚，待会在海上我们可以再看一下。我们先去，我们要去洗手间。好冷啊，还在发抖。DFDS。在右边，来了，哎，买应该该走下来，应该是旁边全部走完。走啊！哦，上船 ，Go Go Go！哇，好险！兜粉 number six， 六号码头。哇，好大啊，这个船，像一个游轮那么大。哇，里面可以装大货车、大巴，有点军舰的感觉。以前去看过那个航母，以前在深圳看过那个明斯克航母，里面那个。放那个战斗机的地方也跟这个长一模一样。哇，看哪条队，那工作人员叫我们到隔壁那边第三条队一直往前走。哇，好大，这边是这么大，然后隔壁有一个一模一样大的在右手边，然后上面下面都有两层。哇，终于过来了。队员正在叫我们往前走。好，车。这个海鸥，这个船，
上开餐来了，看这个海景，无敌海景，太漂亮了，实在。来了。到了，我现在到了法国，现在已经开出这个船了，刚刚已经在法国土地上面。哇，现在已经是晚上9:31，法国比英国的话是早一个小时。我们开了2个多小时，出马头出来。看一下，拿行李票。我们终于到了酒店，从Schwaben开了5个小时52分钟，包括等船、开车时间，终于到了。第一天在 Aris 这边，Day One 的这个酒店，先睡一觉，然后明天早上再跟大家见面。太累了，哎，现在已经几点了？凌晨。英国时间11点，这边已经凌晨12点。12点